日前，王宝强微博自曝妻子马蓉与经纪人宋哲发生不正当两性关系，并宣布与其离婚，此事影响甚广，一度闹得沸沸扬扬。不少网友齐声抨击马蓉与宋哲的不正当行为。面对网友的声讨，马蓉与宋哲几乎销声匿迹，但两方家人均受到了牵连。日前，马蓉的妹妹最近生活状态被曝光，照片中妹妹有家不能回，自己躲到了一处偏僻的平房内，自己洗衣服做家务，生活条件看着也颇为艰苦。